一条穿越历史的和平之路。连接命运的互通之路，汇聚财富的共赢之路。一条共享繁荣的发展之路。一条交流互鉴的文明之路。从大写意到工笔画，人类携手共筑未来。中国传媒大学校长廖翔中先生，新技术发展的机遇，大力实践传播的不断创新。我来介绍今天到场的各位领导和海外嘉宾，他们是丝绸之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的成员代表，阿根廷因特德拉文化产业公司首席执行官。China Media Group has been striving to do. 接下来，我们有请中宣。